好帅，擦是可以这样擦的吗？这老板真的好好搞笑哦！没有偷懒的方法，反正他随便那个啊。所以这样丢老板那可以涨吗？因为他的车子也不好进来哦，所以就让大家丢，对啊，就让他们丢。面面，你那个太多了，你那个要拔起来一点点，对，差不多五只丢下去。耶，你们好棒啊！今晚要脱鞋子哦。对啊，好厉害哦！进来玩，进来玩，进来玩！我也要进去玩了，我也要脱鞋子进去玩。你放游客中是在开狗骂狗嘞？我们要玩到什么时候？你要救我们！玩到鞋都还太干净了，要全身都是泥巴，这样子还是不是要直接抓到那个鞋底？鞋底还可以，不要丢人家！面面不要再上下去，不要再下去哦！引擎厂不是这样，你这样会被老板扣薪水哦。对，老板扣薪水。对啊，你看阿迪都很认真。你不要走太远哦，过来。好，我来。我在乱擦。姐姐，你们这有擦过吗？那我就把它们弄乱。大家乱擦，对啊，因为这样移动，移动的时候，对，因为我们就把一秒把自己围住。对对对，这样移动，好深哦，越踩越深。我真的不要再过去，那边很深哦，会陷进去哦。那那个人家，哎，那边看起来差不多。不用裤子，没关系，废话，你赶快进去。把脸擦一下，把你拿着去。